수는 완전 0.0 근데 마실 때마다 자꾸 길 TWICE 的名曲《无酒精》中有一个多贤和 Mina 碰杯的桥段，让粉丝们都记忆深刻。在不同的舞台， Mina 还会准备不同的酒类，没想到在演唱会上，其他兔宝们却纷纷加入一起碰杯，让 Mina 忙到整个手忙脚乱呢。而在曼谷开唱时，不只是子瑜、Momo， 就连娜莲和彩英也一同加入，最终 Mina 只能宣布罢工，直接笑翻粉丝们。